斯网球选手沙巴连卡28号在澳网女子单打决赛获胜，拿下了生涯第一座大满贯冠军。年仅24岁的她，今年在澳网创下了6连胜、一盘未失的纪录，生涯首度闯进决赛。沙巴连卡第一盘屈居弱势，后两盘力拼逆转，总计拉锯2小时28分钟的时间，终于获胜，一个人抱回了台币大约6500万的奖金。他领奖的时候转身感谢教练，也透露自己心情非常的兴奋，也觉得非常光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。